同学们好。老师好。请坐。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它是可爱宝宝那微微翘起的舌头，还是嬉笑打闹的萌宠动物，亦或是沙漠里傲然挺立的胡杨，还是海洋里这些神秘的海洋生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和关注，但毋庸置疑的是，生命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关注生命的话题，请同学们打开教材25页。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我的生命是哪般模样，又是如何绽放的呢？开学初，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单元探究作业《生命印象》，要求同学们根据探究指南去和不同的生命进行对话，从牙牙学语的孩童到阅历丰富的长者，和他们一起探讨生命的美好。首先，让我们邀请第一个探究小组来和我们分享他们和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的人关于生命美好的对话。来，第一个小组同学。在这个小组正式汇报前，我也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你们在聆听的过程中，用你手中的笔去记录下来你听到的关于生命美好的关键词。好，大家好，我是王行之，我是邵国宁，今天由我们两位代表我们小组来给大家带来印象美好的课题汇报。第一位被采访者是来自镇江船艇学院的退休教授王小金教授，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莫过于到曾担任舰长的402舰上举行战友的聚会，他带上420的舰帽，穿起海纹衫，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峥嵘岁月，这一刻时间倒流。下一位是一名外科医生陈奶奶，64岁，她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是给病人动好手术后对手术成功的喜悦，以及病人家属对他由衷的谢意的满足，每次他都觉得很有成就感，认为自己又做了一件好事。这位采访者是一名叫张云才的小区保安，他认为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就是他自己儿子一家带着孙子来看他，当时他就觉得十分的激动，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下面这一位是一名自谋职业者蔡玉如，53岁，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是他小卖部刚开张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多杰心情十分愉悦，感觉有一种马上就要发大财的感觉。这一位是来自安利上海超凡团队海伦路小分队的讲师牛毅先生，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把十年未联系的老同学发展成了合作伙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事。这一位是一名军人，汪春雷，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是他刚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军装是赋予他生命新的使命和意义，军旅人生书写忠诚与奉献，保卫祖国无上光荣，为民服务，人生无悔。这一位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现东方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左飞先生，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莫过于在做节目的时候听着访谈嘉宾们讲他们的人生经历，能够进入他们的人生旅途，并且经历嘉宾们的那一辈子。这是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馆员木南，35岁，他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是大病初愈，劫后余生，在医院里平躺了一个多月以后，第一次来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看见医生还告诉他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下面这名特殊的被采访者是我们学校一名同学收养的流浪大橘猫，它被起了一个名字叫麻吉弟弟。它生命中最温暖的是寒冷的冬天再也不用早起去垃圾桶里找吃的了。这一位是我们采访组的成员之一王行之同学，他生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就是进入二初中之后，我们班在军训结束评比时拿到了四个第一，全班同学欢呼雀跃，那一刻他觉得特别美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这个小组，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鲜活灵动的生命，也分享了他们的美妙瞬间。那么老师想进一步问问，你记录下来的关于生命美好的关键词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是崔秋教授，他觉得美好就是故地重游。故地重游，你觉得他的美好是故地重游之后有什么感觉？他有一种再度经历往事的回忆的美好。故地重游，再经历往事的美好。谢谢你。好，还有吗？你来。我是讲一下那个图书馆员，就是我就发现呢，就是那个图书馆员，他就发现就那种时候就感觉自己的生命是真真切切，就是那种自己活下来了的，然后呢就马上呢就等着出去出院的时候的那种快乐吧，因为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知道自己的人生还受到自己的支配，自己还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谢谢你。你们还记得那个病人吗？医生说还有两天就能痊愈了，他觉得哇，生命太美好了。刚才这位同学用了一个很朴实的词，但是这个词非常精准。你能感受到吗？能感受到吗？我大病初愈了，我可以继续活下去，却可以做很多我以前不能做的事情。活下去也是一个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珍贵和美好。还有吗？还有就是那个保安，他就是写到儿子带着孙子来看他，我觉得他感受到的是一种传承的温暖吧。传承的温暖，他的生命有被传承下去。生命的传承是吗？好，谢谢你。好，还有吗？你来。就是有个自谋职业，我就整理是两个，一个是那个自谋职业者，还有一位是那个一位讲师，我觉得他们两个我都可以概括成一个就是事业有成，就是看到他们做出的事业成功了，有这样一种喜悦，成就感、喜悦感，是不是啊？这个我们称为成就感，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可以的，好。通过自己的努力，事业就敢带给他的喜悦无与伦比。我想说一下那个陈奶奶，就是医生，然后他说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是救活一个病人，然后这他说这算做了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生命的美好还有救助他人也是一种美好。救助他人。刚刚有讲到那个，一个是军人，就是穿上军装那一刻，就是最美好的。所以我觉得保家卫国应该也算是一种美好。保家卫国，为什么穿上军装就美好？它有一种什么感觉？使命感。每一个人，不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赋予你一种使命。这份使命感让你觉得无上光荣，是不是？好，谢谢你，你来。老师，其实我是想补充刚刚极乐晨说的那个病人的。其实人类就是有一个习惯，只有失去了之后才会学会珍惜这个东西。这个他的生命在他那个刚刚说的是在医院生病床上面躺了一个月嘛，就感觉自己已经生命已经短暂的要，就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随时就要死掉了。然后他就觉得以前的生命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就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就是这是自己通过经历之后的感受重新获得，然后就觉得
带着不和以往相同的那种感觉去品味生活，嗯，就觉得生活十分的美好，嗯，能活下去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好，谢谢你，这个分享特别棒。没有生病之前，他可能觉得活着，我好像每天都活着呀，对不对？但是真的遭遇了坎坷，遭遇了病痛，他更能感觉到活下去的珍贵和美妙。谢谢你，还有吗？我想说是我们所采访的那只猫，嗯，就是说那只猫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不仅是因为以后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生计而发愁，更多的是它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家的一种温暖。因为它原本是一只流浪的橘猫嘛，嗯，并且一般情况下猫妈妈在那个小猫长大之后就会抛弃它们，让它们自己去生活。当这个橘猫被别人捡回家之后，它就能够感受到一种是来自家给它的温暖，能够感受到一种亲情。谢谢你，特别棒。不论是小橘猫还是我们，家就是我们成长的港湾，我们在这里去感受到幸福和温暖，是不是啊？好，谢谢同学们，你们的思考特别棒。我想这些真的是那些让我们嘴角上扬的美好，但是我也坚信这样的美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可以发现的。接下来我想要听听，在大家的生命中有什么时候你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呢？就是我感到生命美好，就是我妹妹出生，不是我亲妹妹，就是我表妹出生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正好放假，所以说我能去医院里面，就是看着就是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就是那时候就感觉特别温馨，特别美好。哇哦，这份感觉我也很想去参与，我也分享我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也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这份喜悦。谢谢你，生命的诞生，一切都是欣喜的样子。还有吗？猫嘛，它就是经常去翻垃圾桶，然后我知道了之后，就是经常去喂它。之后呢，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吧，它自己生下了一窝小猫，然后那时候觉得真的生命真的很美好。哦，你经常去喂它，所以你也陪伴着它，看到它有了自己的宝宝，你也为它感觉到高兴，是不是？好棒哦，谢谢你。还有吗？哎，你来。就是我去陪伴人当义工，然后我能帮助更多的那个人去指路，我觉得是非常做义工是吗？帮助更多人去指路，谢谢你，付出就是一份美妙，就是一份美妙，谢谢。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生命的美好，真的让我觉得，我们通过别人的故事能看到，通过自己的经历也能感受到，生命是美好的。说到美好，我也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生命中的美好。这是我的孩子睡觉时候的样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特别喜欢抓着我的头发睡觉，而我也特别愿意被他这么依赖着。每每看到他，我都有一个天下母亲最朴实的愿望，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这就是我的美好，即便不言语，他的小手就是我所有的美妙。那么说到这个，我还想说，你们的爸爸妈妈大概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伴随着大家的长大，我们知道你们探究世界的脚步会越走越远，你们想要去的地方也会越来越远。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担心，生命有时候也会呈现出它的另外一面，脆弱。所以当我们去直观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想要看出它完整的样。那么接下来第二探究小组将要和我们分享他们在急诊室里面看到和听到的故事，有请第二小组。同时也是上海市门急诊量最大的医院。
我们去这个医院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门急诊量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更全面的景观。新华医院2015年全年门急诊人次418万，平均每天大约要接诊1.15万的急诊患者。急诊患者就医的主要原因有心血管疾病、呼吸道感染和骨科外伤、骨折外伤。嗯，这个是新华医院的一个护士台。金医生给我们分享了他很多个印象最深的关于生命是很脆弱的事例，我们节选了其中的三个。是第一个，他说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酒驾导致的车祸，司机当场就死亡了，还有一位是在送医的途中就死亡了。这个是车祸现场，大家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真的是很惨烈的一个现象。这是第二个事例，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上面的是一位机床工作师傅的血肉模糊的照片，他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操作，疏忽大意，导致他的下肢卷入机床，导致严重撕裂伤。通过十分危急的抢救和多次手术，植皮才得以维持生命。下面这一张是缝合以后的伤口。医生印象最深的事例里面，还有一个跟我们同学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一次活动课，一个同学未经老师允许玩单杠的时候，手没有抓牢，头朝下摔在地上，造成脑震荡。所以我们同学其实平时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生命真的很脆弱。这一个也是非常意外的，导致了异物进入了体内。这是医疗团队从病人体内取出的异物，有钉子、鱼刺、瓜子、笔锉，甚至还有一根长约14厘米的筷子。这就是那根筷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进入人体会是什么样一种惨烈的情况。金医生最后跟我们说，他觉得生命是美好的，在人的一生中会有过对理想的追求，也会有暂时的挫折和迷茫，但愿渐行渐远的夕阳相逢会时时带给你无尽的遐想。但同时生命也是脆弱的，因为我们的点滴疏忽生命的重大伤害。每当看到很多由于意外导致的病伤甚至死亡，他的心里都为这些伤病员感到可惜。这是我父亲的工作的时候的一些采访略影。这是第一张是我父亲为病人做真刀治疗，第二张是医生们在查房的照片。就是一个人生的大课堂，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情况导致的生命意外发生。我们老师想要进一步问一下，在刚才这个小组的汇报中，你感受到的生命在哪些境遇下会有让体现出生命的脆弱呢？在什么情况下？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个酒驾，就是酒驾，因为酒驾，然后呢导致了一场车祸，然后呢一个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个人是在送医的途中死亡。好，谢谢。酒驾还有吗？就是有两个事例，一个是那个同学玩单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机床师傅，都是因为不遵守规则然后进行操作。这种是非常突然的，就可能你前一秒还在，比如说你在做其他事，然后下一秒可能你就会受伤，然后甚至会是死亡。谢谢你，违规操作是不是？特别棒，他总结了一个是校园生活中没有根据老师的运动规则，还有一个是在工作中违反工作的机床的工作规则会有意外发生。你们看，一个孩子因为没有根据规则导致什么？脑震荡。那另外一个机床师傅那个血肉模糊的场景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吗？还有吗？其实我想补充一下那个运动不当，因为我们班身边就有一个事例。嗯哼。就有一个同学，他是在拟真的时候地面，但是有一点滑。嗯。他是找了一个不是很滑的地面打篮球，但是
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地滑还是？就也可能是一种运动的不小心吧。运动的不小心，一些意外也时有发生。有些时候他已经很谨慎了，选择了一个水不是很多的地方，但是也会有意外发生，也会有不测。谢谢你的细心。刚补充一下，刚刚有一个 PPT 讲的是，从一个小孩身体中取出来的异物，包括一个多少多少厘米长的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么多的微粒丝附，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可能随便周围的什么东西，比如说一支笔、一拉尺，可能因为你的疏忽或者你的不小心和大意，就会要你的命。我觉得真的挺可怕的。是挺可怕的。你刚才说，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情况导致意外发生，对不对呀？在生活中也会有。好，还有呢？你们在生活中也遇到或听到过类似的经历吗？我外公以前是军人，但是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就身体越来越虚弱。就前几天，因为他是心脏是房颤，就前几天他在医院吊水的时候，就突然整个人不能动了。哇！然后他打电话到，因为他联系不到我妈妈，所以他就打电话到我们家，然后我去接，然后就听到我外公非常非常虚弱的声音。然后后来就很急了之后，我爸爸就赶过去了。然后后来反正看下来，我外公就在床上躺了两天，一点都不能动。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岁月也是非常的伤。随着年龄一天一天的增长，再加上年纪老了之后可能会有疾病产生，也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就是在我们五年级的时候，然后上体育课，然后我妹妹，就是我的孪生妹妹，她就这么跑着，然后跑着摔地，然后一撑，她两只手是全部骨折了，就是因为她那个逞强，可能这么一撑，然后就原本活蹦乱跳的一个小朋友，只能坐在家里，就特别。真的是生活的很多独特和意外。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看。在这些中间，我都能感觉到同学们在分享和讨论的时候，有了一丝对生活沉重的感悟。确实如此，生命除了美好之外，有些时候也会凸显出它脆弱的一面。好多同学都有自身的感受。那么，生命它既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的考虑。我们真的需要去珍惜这每一次一点一滴的美好。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些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充满愉悦和欣赏啊！同时也要去远离脆弱。那么我想进一步问一下，在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些中间，哪些脆弱可以避免，如何避免，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的，对不对？哎，你来。比如说刚刚那个酒驾，假如他一开始不喝酒的话，那他就可以避免，比如说就会小心一点，不去造成车祸什么的。包括违规操作，他假如就再那么就是不要那么的任性吧，就是去遵守着规定，一步步慢慢来，他也不会造成那么大手臂上的挫折。是的，谢谢你。刚才他提到了酒驾和违规操作，同学们知道吗？很多交通事故都是由于不遵守交通法规所致，而且在我们青少年的生活中，我们更要关注意外死亡和不遵守交通法规的交通意外是导致青少年死亡的第一杀手。上海市是从去年开始进行交通大整治的，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吧，爸爸妈妈开车更加谨慎和小心了。当交通大整治这一年多以来，上海市的事故交通发生率以及死亡人数较前期都下降了48%的百分点，极大的保障了我们行人的安全。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交通法规是我们永远要遵守的。刚才这位同学也说了，除了交通法规，还有一些其他的规章制度。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们想想看，有哪些法律法规或规则和中小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呢？未成年人保护法。好，还有吗？
你们出去还要注意哪些法规？最起码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道路交通安全吧，对不对？好，还有吗？校园生活里呢？校规校纪，是不是啊？啊，这些规则都是我们要遵守的。所以想要避免脆弱，想要规避脆弱，我们最重要的一条，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好，遵守规章制度既包括一些法律法规，也包括我们校园小范围的一些规则。那么我想进一步问一下，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在生活中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也是践行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哪一项要求？法治。我们国家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我们要求章法有度，自成方圆。从国家的角度，社会的角度，要求章法有度，自成方圆。从公民的角度，也要去自觉地遵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图片。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标识，可能一些同学也见到过。我想问问看，这个标识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或它在提醒些什么？它就是为了防止人流的相对的就是冲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自觉要遵守。上下楼梯靠右走的话，那么往上走的同学和往下走的同学就会分开了，不会造成一些伤害事故。不会造成伤害事故。当人流大、速度快的时候呢？怎样？不会造成踩踏事故。也不会造成踩踏事故。谢谢两位，思考都很好。这个标识其实你们一看都明白，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标识，在很多人流量的地方，人流量大的地方依然要出来。它其实有些时候你看，不光光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它更是一个希望我们看到这个标识，要知道除了你自己安全的上下楼梯之外，也请你自己遵守了这个规则，也是对他人的一个保护。比如说我们校园的楼梯很拥窄，很狭窄，大家下楼的时候如果速度过快的话，也会造成意外的冲撞等等一系列。所以在这个中间，第一位的先是去学会保护自己。比如说生活中的一些意外的发生，还有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生病，但是你有一些基本的保健常识，以及在生活中遭遇意外之后如何去应对和求救，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话又说回来，在楼梯这样的案例中间，当你学会了保护自己，你一定会靠右行，不推搡，不打闹，这样子对他人也会造成一些保护，就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所以说在这里的切莫伤害他人，是建立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基础上，也学会保护每一个别人，每一个对于他们来说的自己。这就是我们中学生活中应该要关注的。那么接下来我又要问了，这两条对于我们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哪一条你觉得是相对应的呢？可以大声一点。友善，对己友善，对他人友善，便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基本的要求。推己及人，善心善行。好，各位同学，通过我们刚才的讨论，通过同学们的实践探究分享，我们知道了生命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面对生命的脆弱，我们需要去遵守规章制度，去学会保护自己，切莫伤害他人。而当我们注意了这些，便是我们对生命最美好的一种呵护。
中有那么多的脆弱，我们去探讨过；生命中也有那么多美好，需要我们去珍爱。所以做到这三点，我想便是我们对生命最基本的呵护以及尊重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你们还记得第一个探究美好小组还有蚂蚁弟弟，是不是？我们还有同学还喜欢到小区里面去喂养一些流浪的野猫啊等等一系列的，这都是大家珍爱大自然生命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个地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很多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比如说浩瀚海洋沙漠里那些植物，我们每次去旅行都去惊叹它们生命的顽强，又包括可能是森林里嬉笑打闹的萌宠动物，让你看到了都忍不住对它产生怜爱之情，亦或是海洋里神秘的海洋生物，它们的生命和我们人类一样美妙，让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和友善，把这一份心给到自己，给到身边的人，更给到这个地球上的每，因为生命说都只有千万不要等到像我们同学所说的，等你快要去失去了，你才会明白它真正的美好。其实生命中的每一天，比如此刻，比如瞬间，就是美好和值得尊重的。让我们珍惜美好，远离脆弱。同学们，你知道吗？有些时候的脆弱，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温柔以待的美好。正是因为生命有脆弱的一面，我们才会小心翼翼地去呵护它，保护它。今天的课程我们做了很多的讨论，接下来我有一个想提问的，因为生命的脆弱，除了生活中我们讲到的疾病和机关，还有一些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非常担心的，当你们出门碰到陌生人的时候，你们该如何来回应？小张同学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辆摩托车停在了他的面前，驾驶员很友善地问，嘿，你今天羊水高中怎么走啊？我是负责招收体育特长生的老师，你能上车帮我带带路吗？如果你是小张同学，你会怎么做？首先分析一下这个驾驶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真的跟他说的一样，他确实是招收体育特长生的老师。但是由于社会上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说坏的吧，他有时候就会假装是老师什么的。然后新闻里面也有很多新闻报道说，比如说一个女生，然后被人带上就是带路，然后就被就是拐卖了什么都有的。所以说如果我是小张的话，我可能就是熬心积谏，我不会去上车，就跟他就要么是帮他指一下路，要么就是跟他说自己不清楚了，对不起，就这样子。我就是用这样的。所以其实你是大脑里面要经过思考的，对。但是有一条，你刚才很明确的告诉我，我不会上车，对，不会上他的车，对不对？好，他驾驶的是辆摩托车，如果他驾驶的是辆小轿车啊等等的，更不知道，对不对？好，谢谢你的分享，谢谢。还有吗？我觉得我们是不会，我觉得我们是不用管他的，就是直接可以让他去请大人。或者请旁边大人去给他指路，我们其实不用负到这个责任。为什么我们不是要友善吗？要对别人有礼貌？但是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是有底线的。你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底线就是不会影响到我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去帮助别人。不会影响到我自己的安全，所谓力所能及，对不对？我能做到的，我真的很愿意帮忙。不是我做不到的，我也要学会去拒绝。拒绝也是一门艺术，拒绝不代表着你不友善，是不是？好，谢谢你。你们猜这个老师他是不是真的就是招收体育课堂的？应该是。给出理由。因为首先假如说现在真的是要去招收体育特长生，我们现在手机都很普遍，那导航一开直接也不用问路就直接带过去。对呀、现在手机导航很普遍，那假如再去问你什么的就很奇怪了。好，你来说。就是首先老师为什么要把你带上车？因为你只要给他指好路就行了。
带上车这个明显就是有问题，因为就是你给他指个路嘛，他很方便就到，他带上车你又给他东指指东指西的，这更不方便了，还不如直接就在车下面给他找，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漳州体育特长生的老师。哦，好，好，来，你来说说，我看看哪些不对。而且我觉得他既然是去杨浦高中招生，怎么不知道去杨浦高中的路？咦，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他去杨浦高中，他不知道去杨浦高中的路，完了，来问你。对啊，就很奇怪。所以当你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他很可能不是，对不对？好，请坐，你说。首先我觉得小张同学在路上走，肯定周围还有其他人，为什么偏偏这辆摩托车是停在小张同学的面前呢？是因为小张同学是未成年人，防御能力比较低。另外的话，我觉得如果驾驶员真的是不知道路想要问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选择小张同学的，因为小孩一般性对道路可能不是这么有逻辑或者有印象，可能会选择一个大人或者是选择一个老人去问。哟，你好厉害哦，他都有逻辑思维哎，谢谢你，请坐。你知道我曾经也看过一篇文章说，当我们在外面遇到困难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你会寻求原则上比你更强大的人，还是比你弱小一点的人？更强大的人。啊，比更强大的人。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他也可能会碰到困难，那么他要去寻求帮助，他理应去寻求比他更强大的，而不是比他更相对来说年龄要小一点的你们。所以这个思维很值得我们借鉴。我再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们知道杨浦高中在哪吗？知道。谁知道？你说。这杨浦高中其实离我们复旦附中还是有点距离，因为我小学就是在杨浦高中边上一所小学，所以说我清楚杨浦高中在怎么走。但是作为一个小孩的话，尤其是我们一般都是没有驾驶证或者什么的，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靠自己走路的，所以要如果指路的话是相当麻烦的，可能不能告诉他说到底你要拐到哪条路来，可能就是说你走到第几个红绿灯口，你要怎么转，怎么怎么转。OK。其实相当麻烦。你从小在这个高中旁边的一所学校读书是吗？对。这所学校的全称叫什么？杨浦高级中学。杨浦高级实验中学。哦。那么对于我们，谢谢你，没关系，请坐。我们杨浦区的人通常称这所学校怎么称呼？杨高。那么问题来了吗，同学们？他又不是杨浦高级实验中学，又不是杨高，这种叫法显然就不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正常接受的叫法，所以你们能够判断？这不是，肯定是这个，肯定是。同学们，这是你们曾经的学姐真实碰到的案例，她像你们一样聪明，没有上她的车，但是她说你如果要去杨高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学校，她根据就像你说的，根据她的印象也做了一些指点，最终没有上她的车。这个人没有听她说的话，接着去讲下一位中学生。所以通过我们身边学长的案例，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生命的脆弱是我们防不胜防的，有些情况的发生不在我们预料之中，但是通过学了今天这一课，我们明白了，第一，这个要学会先保护自己，你刚才讲得很好，力所能及，然后呢我们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人，不要伤害他人，除此之外，日常生活出行遵守规章制度，便是我们对生命美好的珍惜，也便是对我们生命脆弱最好的远离。我想今天的课带给大家就是这样的思考，让我们把这一份对美好的真爱留在心间，把对脆弱的这一份深刻的理解留在大脑中，让我们用生命去演绎每个生命的每一瞬间。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